我是 Brian Cheng， 是一个专业的运动摄影师。英华龙风帆本身就是难度高、速度快的项目，再加上它爆炸性强，所以一定要有很快的反应。今次影呢一隻板種咧就是 IQ4 啦，就係下屆巴黎奧運咧指定嘅板種嚟嘅。咁佢嘅特性咧就係更加快。今次我係用全新嘅 EOS R3 啊，咁就係影港隊嘅陳希文啦，同埋 Rafit 啦。呢部機咧有齊曬我想要嘅嘢啦，佢連拍速度啊，佢嘅對焦啊，以至 AF tracking 咧都非常之快，真係啱曬我。Eye Control AF 對我嚟講真係好新穎，而家我隻眼望邊度就可以 follow 邊度，咁以後咧我就可以更加專注喺我嘅構圖上面。因為隻船喺度拋下拋下啦，我哋要揀對焦點咧真係好難。而家有 Eye Control AF 咧，我哋好容易就揀到對焦點啦。EOS R3 嘅電子快門咧，去到1秒30格。而加上咧，佢個快門速度仲可以去到64000分一秒，等我可以喺日光之下都可以用大光圈嚟影相啦。對於我哋呢啲專業攝影師嚟講，操控係好緊要嘅。我係一個多年嘅 Canon 用家，揸起部 EOS R3 係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。EOS R3 對我嚟講就係速度，就係令我可以更加專注喺影像創作嘅一件工具。Canon, delighting you always.